小孩子女儿莉莉不甩大陆风沙，在破全英文 vlog 洗万人潮声。I like to do a lot of things. For example, I like to paint my feelings, and I love ice cream. Ice cream is my life.小 S 超前二女儿莉莉是不少品牌的时尚宠儿，先前却只因在 IG 限动表示英文是母语，就被大陆合作品牌撤掉广告看板，并表示终止一切合作。哈，不过她不受影响，今日在 IG 分享全英文字幕 Vlog， 短短两天狂喜两万人，暗赞超声。小甜甜。